这就是带刹车的气动方向盘，气动刹车，这边有一个气缸，这边有一个那个触碰阀。刚刚在抖的时候啊，会触碰这个东西，触碰这个触碰杆，往前抖钢筋是吧？抖钢筋的时候会拉动它，一拉动的时候，这个气缸就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这东西啊，就这个方向盘就可以旋转了。然后不抖钢筋的时候，这边又回来了，再触碰这电磁阀，这个刹车的方向盘就锁上了。